好。然后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去埃及的时候，我跟我一起住的贾婷姐，她呢是近视眼，我以为她会戴博士会戴眼镜啊，然后每次我就问她，我说贾婷姐你看我胖了没有，因为在埃及吃的太好了，她说没有没有挺好的，像以前一样。好，然后过两天我说贾婷姐我怎么样，我胖了没有，因为我们住一个房间，我还穿得很少给她看，我说我胖了没有，没有没有特别好，像以前一样。后来回来上节目的时候，我天哪，胖得跟猪一样了。而且是面对你的时候，就自觉的失明是吗？后来他是因为没有戴眼镜看我，是啊，就看得一片模糊的。我是李湘，我是何炅。哎，对了，我身边这位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何炅。哎，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一点点的误会，很多人都说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，但是我正式的职业呢，其实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的老师。阿拉伯语系啊？阿拉伯，至于那么吃惊吗？但是呢，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呢，可以说是一个业余的职业。为什么今天在这里要特别的拿出来说呢？因为315马上就要到了，我怕被打假呀。怕我打你是不是？不会的啊，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你能跟何炅的一起来主持快乐大本营。那么我们这期的节目呢，也是跟湖南省技术监督局长沙市检验厂联合主办的315振兴湖南质量特别节目，希望所有的观众呢能够通过我们这期的节目呢，增强自己的这个保护意识，消费者合法的权益的保护，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。对，就是希望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吧。因为我从大学毕业，然后就一直主持《快乐大本营》，一直在主持这个节目，所以我想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，给自己一些挑战，其实迈出这一步挺不容易的，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鼓励我、支持我。我觉得我尽我努力去做了，我觉得挺开心的。做老板的感觉好吗？挺好的。可能会因为没有做过嘛，当然会有一些经验不足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还挺好。没有叫李总什么的。有时候别人会开玩笑说李总，但是我觉得叫李湘会比较好。白马王子今天穿得很像白马王子吗？是的是的，故意的。为什么要故意穿成白马王子？因为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目，然后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成都赛区。大家好，我是何炅。不，我真的觉得我这上来也有点尴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俩主持的好好的，你说我平白无故多加我一个，我觉得我自己特多余。不过我后来又仔细一想，我跟湘湘搭档多少年，这样一看起来胡晓又觉得有点多余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啊。通常说到这么多年感情，你不是应该把头放在我肩膀上靠一靠什么的吗？那倒也是。